伫三月初四吼，就是明后日的暗时10:30，伫咱朝天宫迄搭遐吼，我们这个会跟蔡董事长还有我们县长一起启灯，好启灯。啊，伫头前遐所在嘛，真趣味哦吼。咱知影讲吼，咱回顶吼，诶故乡是啥物所在？回顶故乡就是咱北港。云林北港是真正咱台湾花顶的所在，吼啊，文化处很用心啦，所以咱带来去顶馆看卖吼，有咱Q 版的八家将，还有我们这个三阳开泰的主灯，那另外还有十二生肖，我带不带给你读看卖，跟我一样生肖属猪，有没有跟我一样可爱哈？拢真了解，真熟悉，啊，不过吼，真少有机会，踮咧真近的迄个距离来看这个、迄个艺阁到底吼，伊生做啥物款，伊的迄个、一个细部啦，吼，伊的一寡真精彩的雕刻是，到底是安怎处理？吼，啊，所以即个也是看到严三泰老师吼，将伊的结构嘛，放在咱的迄个灯区内底，啊。除了这个主要迄个精彩迄个主题以外呢，咱高顶就是咱的迄个护佑平安灯区，希望讲妈祖婆吼、哦、啊，千里眼顺风耳，啊，搁咱八家将吼、哦，咱宗教会使来庇佑咱大家吼，会使平安过一个新的一年吼、哦。所以这部分这是咱高顶的主要迄个灯区，高卡够十二生肖，够洋洋得意，够咱的农特产品灯区，即个灯会吼，咱的迄个主灯吼，啊，咱的各个附属灯区，咱的节目真精彩，啊，拢。是结合咱在地的迄、那个咱的艺术吼，大家共同的合作，共同的创作哦。我们世界都有热情掌声，一起来迎接八杠化为丁，为您所呈现非常精彩的元宵灯会活动，再度掌声喝彩。千里眼顺风耳。我们拿个刀子啊！来北杠化为丁。